还有帕塔也来到场上，他是乔丹，二十号蓝色的二十号，胡忠阳转到左侧，就拉力射手本色再来一次吗？这一下投的有点大了，两人来包住傅永畅，没事没事，好球好球，哎，防守防守防守，跟地跟地 ，That's first personal foul， 继续，王兰琴，二人的 CBA 选秀状元。 现在在江苏同曦队，这一下手里手张强侧影，再来，第二，死死的盯住王兰青，上去两人的夹防转进来，王兰青造成犯规，大力，大力 ，OK 吗 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敌方命中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 漂亮，两罚全中。哎，防守啊！防守，防守。9比7，现在黑色球衣的深藏 Brody 再次获得两分的领先。迪亚右手运进来，给到对侧。解防位置。看看胡忠阳的处理球，这下有点犹豫。再示意上来，帕塔的掩护，换到右手。傅永畅来防，转进就右手上，这边也拿到一个犯规。 第一罚没有命中，各位掌声鼓励一下胡忠阳，11号。文友换一下那个马特。好，马特。你换王兰琴。好。两点接应。给到一个全场的。 盯人的防守，杨文佑这下要身段周奇墨断下来了。给到一个全场的盯人的防守，杨文佑这下要身段周奇墨断下来了。非常出色的防守能力，给到自己的胡忠阳三分机会，这一个逼在对方前场的抢断，给对方当头棒喝。 不要犯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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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文友一上来展示了自己的防守能力，又再断一个。杨文友，number 9，get a bucket。哎呀，给他上一个。咋回事？ 王兰青，周奇墨不能打一号位，他得去找机会投篮去。他在自己学校体系里也不是一号位，对。找自己人，别犯规！在后卫线上的调整，王兰青的下场，让深藏 Bro 队两次连续的后卫线失误，对方连得5分，而且别，卡米然上来自己的个人一攻，没有打进，张翔拦下，哎，急了。 这次二进攻也没有放入篮筐，把球，防守，防守，又是杨文友，再进来，这次上篮被周奇墨限制住，回来退防，不要放过，周奇墨把球推到前场，哎，还在说，周奇墨，周奇墨，周奇墨，自己的感觉，但是被正面给盖掉，这下阴差阳错传到篮下，高锦旗两分打中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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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好的。 19-13，19-19-19，正在蓝色的球衣的突分猛进，现在两分的领先。杨文友，周大力，右手突进来之后找板，自己拿到篮板再补。钻石，钻石，钻石。 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深藏 Bro 进攻方落后这4分，换，还是张翔的掩护，底线投上来，卡米兰再需要一个左手掩护之后，卡米兰长投，这么乱打吗？这不，第二篮板球拿到，再给到杨文友快速这下上球，胡忠阳，今天在比赛当中外线两记命中。
把球带到弧顶，带到高位，看看能不能把球摘出去。Go！卡米兰，这下两段丢。注意犯规啊！咱们已经犯满了，不要轻易犯规，帕坦，不要轻易犯规，犯规人要罚篮了啊！你俩，你上场。我打几呢？你先打，你先打四去吧。我这两个人加我，我跟你们讲说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节奏很快的，你们真的要很 focus 啊。后卫被人在后场断，你没有任何理由，你还打什么比赛啊？好，比赛继续，给他打个头，单边二头。这球王兰青篮下有个拉扯动作，王兰青防守犯规，拿到两次罚球。一罚中，再去逼他，但是把手打开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哦、就是拿身体，身体不容易犯规，但是手一下手容易被推犯规。好嘞，但是一定要给他逼。他现在估计是王兰青运了。是王兰青，王兰青怎么了？他们犯规四次了，可以多往里面突破。两罚中一，钻石钻石，小心！这一这边哦，又是杨文友。咱的防守强度不如人家，咱们的防守强度，你不管有球无球的都是很困难。他们随便空接基地，随便都可以。来，各位，我说阳明队，各位说加油，阳明队，阳明队，阳明队。这个王兰青和傅永畅这次掩护之后拆出来，傅永畅面对，好球，对，对了。这下拆开之后，必须会有处理球的能力，而这一下，傅永畅做到了。杨文友在四分点还是三分点？这球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出界。哎，我们还可以暂停吧，我们还可以暂停。暂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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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球好球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好球好球，可以可以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咱们的防守强度跟人比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儿，你们每个人运球，他们给你们施加了压力，人家随便空中接力，人家随便挡拆下顺，咱们没有压力啊，所以防起来很累。从个人这开始，明确吧，进攻战术多样一点儿。兜出来接球拉开，你过来四二位先掩护。五号位那个没有。这个机会也要看卡米人，这机会也要看。好的。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是犯规，不要轻易犯规，因为咱们犯规次数已经到了，而且现在是什么？外面投的稍微有一点点多，尤其是这个转换的，他们现在这个过程不好防，然后他们人又少，然后咱们就这个时候冲击他们。我说了嘛，打转换啊，打转换。来，弱侧中锋收一下，我帮你们协防就行了。对，一二三，加油。The center on the weak side, you should help. Wait, say it again.